各位好，这里是光影周刊，我是本期的光影新播客苏有朋。本期的光影周刊就由我来为您主持。他青春活力的演唱，他朴实本色的演出，像光影中的使者，带着勇气和智慧往更高更远处飞翔。他俊朗的面容、迷人的歌声以及优秀的演技，都会让无数 fans 为其怦然心动。2009，他浓情出演谍战大片《风声》，再次挑战属于自己的新神话。本期光影新播客，苏有朋。一周光影，一周精彩。眼看着十一就快要到了，为了迎接这个特殊的日子，电影频道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展播将为您呈现由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的《大进军》系列影片，从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连续播放。如果您下午有空，就千万别错过了。在最近一段时间，王宝强可以说是特别的火，由他主演的《士兵突击》《我的兄弟叫顺溜》等电视剧先后在各大电视台热播，都创下了极佳的收视率，宝强的人气也随之极度上升。有人说王宝强的成功是因为他的运气太好了，如果当年没有遇到冯小刚导演，那可能就没有日后的那些成绩。当然了，这其中有运气的成分，但更多的还在于他自己的努力。好，9月26号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就要为您播出两部由王宝强主演、冯小刚导演执导的影片《天下无贼》和《集结号》，到时候请您一定收看。周刊人物就给您介绍到这了，接下来咱们还是去浏览一下本期的国片强档，还有一周海外精彩吧。后面还有更好看的电影为您推荐，请千万别错过。黄飞鸿的故事，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李连杰演绎的黄飞鸿更是深入人心。上世纪90年代初，由徐克执导、李连杰主演的黄飞鸿系列电影，以全新的姿态一经问世，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重新掀起了一股功夫片的热潮。不过，咱们今天说的这部电影虽然也是由李连杰主演的，但是导演却是被称为电影鬼才的王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片中和李连杰演对打戏的反派和尚的饰演者，是70年代邵氏电影中经典黄飞鸿形象的扮演者刘家辉。这么多的看点，这部影片一定非常的精彩。好，9月23号周三下午，电影频道就要为您播出这一部《黄飞鸿之铁鸡斗蜈蚣》，请千万别错过。机器人电影一直是好莱坞的一个重要电影类型，从威猛正义的铁甲威龙，到和真人一模一样的机器人杀手，好莱坞的机器人在荧幕上创造了无数个传奇，同时也获得了非常不俗的票房成绩。咱们现在说的虽然又是一部机器人电影，不过它是一部由迪士尼公司出品的动画片。虽然这类片子迪士尼以前也拍过了不少，但是这一部却更加的逼真了。除此之外，这部动画片中还有真人演员弗莱德·威拉特同台演出，总之是非常的值得一看。9月26号周六晚上，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就要为您播出这部影片《机器人总动员》。一转眼15分钟的时间就要过去了，又到了咱们要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的光临，我是光影新播客苏有朋。下周请您继续光临光影周刊，再见。